希望有一天可以跟师兄一样。对，跟师兄一样。你们速度快一点，因为段佑一直在等，一直在等。等等什么？你们长成一棵大树，他要在下面摇，然后就会有一些很棒的东西掉下来。嗯，他要摇。他要摇摇钱树，就会掉一些抚慰人心的东西下来。在你的后方，哎呦，哎，这是哪位？上海的朋友，你们好吗？20年前，第四和五月天来上海工作，我们去外滩逛完之后，坐着车经过了高架桥，就经过80000人体育场。五月天问我说：“齐哥，这里能开演唱会吗？”我说：“弟弟，别傻了，这里太大了，好像没人办过。但是因为你们，这里刚刚好，看似不可能的，被五月天一个一个实现了。所以梦想是伟大的。我可以点一首《任意门》吗？”无数地方，任无尽岁月。